武魂，一些有潜力的魂师，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。有些人用武魂战斗，有些人用武魂养狗，还有些人用武魂直播。哎，我这个最新款的美瞳啊，戴起来是非常的好看，不灵不灵的，你们看是不是？但是随着科技进步，人们逐步进入了 AI 时代，那么这些魂师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呢？AI 时代，人与人的竞技退出历史舞台，取而代之的全部是人机对战，计算精准，无需休息，摆脱了肉体束缚的 AI 爸爸告诉大家，什么才叫做电脑（括号令人疯狂的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拥有着大香肠武魂，就拥有着所有看泡面番观众的喜爱。试想一下，吃根香肠，看片不累，空中飞翔，风景很美。准备好一盒泡面，黑根香肠，打开最喜爱的节目，不存在的动漫，刚撕开泡面包装盒，撒下调料包。哎，节目结束了。如果你是蓝银草武魂，那么在这个时代也是大放异彩的武魂，小手一挥，小草扎堆，绿色环保没有困扰，让环境充满生机，让大地充满绿色，你就是世界上最能绿的人。哪里有需求你就绿哪里，哪里没活力你就往哪儿离。如果再能配合上一个恰当的名字，你就是红花中那最脆的绿。小三，如果你拥有的是兽武魂，那么你也是时代的宠儿。 AI 时代，多少物种濒临灭绝，动物园里除了畜生可能没有牲畜了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能扮演个小脑斧，来一个小兔兔，你就是国家级保护对象。如果你的武魂是传说中的青龙朱雀，那么你自己就是一座疯狂动物城。 To be